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来进行活动对战。我们要打的艾玛可，他用的是仙子伊布、冰伊布、裂空座跟我们的大钢蛇。妖精系呢？哇，妖精加钢。尴尬，刚要互动。两个三星。OK。对战开始。啊，加油！好像有点困难呢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。Nice, nice。他们没有按到，踢下去，踢我，效果绝佳，有伤害普普通通。我方的攻击，哇，对方吧，你反击个毛？哎，好事，因为他反击，我记得会结束掉他那一个吧。那你好像也会，效果绝佳，他不会结束掉，对吧？哇，哇，对手的攻击。Nice， 有十，应该 hold 得住。啊，这应该是四星的。三啦、啊？什么？三三三，应该是三的。可是不对，应该是四星。他应该是四星哦。哇，路卡利欧。我觉得路卡利欧怪掉。对手的攻击，防御轮盘。Nice， nice。喂。对，那是四星。可以活着，可以活着，可以活着，可以活着。铁尾可能会打不到。Nice 啊！可是他打这两个都不痛，但没关系，只是要去挡一下那个伤害而已。挡伤可以了，路卡再揍二十揍一拳，应该两次会死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红色的数字。Nice nice， 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没有按到。哎，所以。来着，成功干掉了两只了，剩两只，一个裂空，一个是夜。冰一步，冰一步。哇，这裂空是那个、这一弹的钢克冰吧？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还是冰克钢？我忘记了。啊，跳好，他跳了。哇、钢克冰。刚那个伤害一定是钢特兵，有可能吗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他一半了。可是豆打他不痛，豆打他不痛，一般而已。但能按二十就按二十。掉掉掉掉，嗯，哇，他大防御，有没有？对他大防御，在惊奇出击。手的攻击，防御轮盘。他跳了，他跳了，他跳了，他跳了。再见。他跳了，真的没办法。有没有冰属性的一星的？或龙属性的一星的？这两只一定死，这一定死。这两张打得赢吗？不确定，给我看看，二加一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两只，多打一下应该可以。兵先打，兵先打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红色。三十五。有。我看二星有三十五哎。效果绝佳。Nice， 来来来，哎。我觉得分数应该很高。因为你是三三，刚刚最高的是几分？四万七千多。恭喜你赢了，请双方参加。因为你是三三二一，对，有机会，这个分数应该挺高的。因为你没有用四星，如果没有用四星跟五星，如果这个那个图鉴是五星的，不知道多棒，多嗨啊，超棒！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有可能，应该有17、18。13万，可惜。这是本次的得分排名，恭喜你进榜，
恭喜你进榜哇！没有，好可惜哦，好想要再挑战好。可惜，为什么？33321耶，三三可能整个心数还是太高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来去战后讨论好不好？到底我们为什么没有210,000啊？其实我觉得两张三星的策略不差啊，至少应该要有150,000，我觉得至少应该会有150,000。我本来预期应该是250,000，没有，过誉了。我确定的是，假设我们最后是拿5+1的话，分数会更低，因为整体上的星数之前我们去打比赛是234，所以星数加起来至少是9星。那我们刚刚是3321，3321,6。也是九星啊，怎么会啊？也有可能跟时间上有关哦。我们打回合次数太多，比较多了一点点，因为有几次他就是滑掉，没法打好。我觉得如果最后再给裂空座打的那时候，我们是按回避，不是用防御的话，只要有一只活下来，那应该有高几率性可以拿一张二星，就用穿山网嘛，直接打，然后赢，那应该就可以达到180,000以上，18，对，180,000以上。所以332，可是这个真的要运气好一点。我目前这样看下来，刚属的那一只可以留，因为刚打兵 OK， 所以刚是可以用三星的。豆的话，我认为可以用二星，二星的豆，三星的刚，再配一张的二兵232，这也许是最极限的，超极限，那個、最极限的了。不过要反击那些要用。运气好一点，那20级应该是没问题。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只冰属有 Z 招的，那可惜的地方啊。如果冰属有 Z 招的话，可能我们所配出来的就是这一定是最后是四维四二吧，324或是134。哦，134是超级极限的，134也是不错的，134会比总体我们刚刚的星数再少一星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这终究还是要保持着运气特好，然后打高分每一个都满是在运气爆棚的，真的运气要好一点，你搞不好预期三四五有没有？对面打我们345。你以为之前我们那个打到前三名是怎样？我们先抽选就要有第一轮运气了，然后再打还要再一轮运气，这真的是运中运哎！也期望着各位在去挑战这些活动关卡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拥有着高运气、高命中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有更多的配合想法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雪兔，让我理解一下大家的打法是什么，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，之后再去做大型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抄作业了，没有说笑的啦，抄作业大家都会抄啦，可是终究在比赛的时候你要按得到，这也是重点。如果喜欢这一次传说三弹的活动对战内容的话，不妨帮我分享出去，订阅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，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雪兔，我们就下支的影片再见啦，各位。拜拜拜拜。